老铁们好，今天早上咱们喝酱蜂蜜，这两天肠胃不太好。冲蜂蜜的时候先倒水，不是明凉，妈你了，杯子里面先倒点水，看蜂蜜开始结晶了。老铁，很多人都不懂这个蜂蜜，说什么你们家蜂蜜怎么变了？纯蜂蜜都会变的，老铁，都会变的，会结晶，看它会慢慢的已经变硬了，看到没？它现在变成这种了，它会慢慢的会变成结晶，变得特别硬，拿勺子抠都抠不下来。这个蜂蜜才是纯真的蜂蜜，看，然后搅拌，搅拌，给它化开，看见吗？蜂蜜是纯的，自己家的，就在下方小王这纯哈俩里的蜂蜜，相信就拍，不相信就不要拍啊！谢谢大家，这是什么人啊？没吃上。